好角度，没有打好，在三垒方向，哎呦，徒手抓到再传一垒，哇，三垒手吴敬伟这一颗球擦烂了，直接徒手抓起来，演出了一个 nice play， 也结束了四局上半二重的进攻，是三上三下没有得分。我上一个半局，仁和国中的吴敬伟最后的 nice play。他那个球处理难度是其实带旋，你有时候空手要抓那个球，因为球的旋转可能还拿不起来。是，